才不上当，被老师知道就完蛋。自上下一天，写作业已经没时间。怎么办？暑假两个月，作业居然还没写。你别再说了，妈妈还没回来吗？你肯定要被骂。你不要告诉她。大雄，不告诉谁啊？我都听见了，没事晚别叫我妈。不叫妈妈叫什么呀？老妈，你消消气，以后就叫你大姨。啊，大姨，那你去找你亲妈妈。哥，我起来骂你了。糟了糟了，今天我上学要迟到啦。宝贝，你怎么搞？开学第一天就迟到。放学后，老爸，你哥哥他在哪？他被老师留下了，我们去找他。好，他就在那边啊。糟了糟了，老爸又要来骂我啦。你给我停下，为啥又被老师罚？晚上没睡好，上课总是会睡着。上课睡觉被抓呀？我也不想这样呀，可是家里的环境睡得太不舒服了，晚上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早就知道这样的啦，走，我回家给你个惊喜。老妈怎么在搬床垫？惊喜就在房间里面。居然是我的新床垫。对啊，还融入了围棋的设计理念。知道你睡眠差，挑了很久才选它。太舒服了，老爸也给我换床垫吧。你就等以后再换吧。你偏心，老爸，这床垫真的能让我睡好吗？那当然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怎么缠着王阿姨的照片？我告诉妈妈。这个是梦百合妙手微梦零压床垫，中国国家无极对舒压产品哦，洗手们都在推荐的睡眠好物。妈，这床垫里有照片。照片？老爸缠的。好呀，这么多年还缠着他的照片。舒适层里填充了非温感零压棉，具备慢回弹特性，完美结合身体的各部位，深层施压，压力小才能睡得好啊。好睡眠还能提升快速眼动睡眠时间，促进脑力恢复，提高白天的学习效率。那我以后上课就不会在哪个睡啦。是啊。乞丐加蝙蝠，边打边笑。恐龙卡拉，陆家，你的恐龙头套能借我戴一下吗？不行，想戴就找老爸买。妹妹，我们去找老爸。老爸，妹妹想。你别吵了，你伯公都生病。那我帮你做一个吧，可是没有纸板。要纸板吗？你们跟我来。看老爸从后面，不要被发现了。哎，我的纸箱呢？臭小子，肯定是他们。看什么？一捣蛋，回去看我怎么收拾。阿伟，你这么穿吧，告诉我了。没事，就是假发又搞破坏了。这样子能行吗？不行，肯定可以。你跟朱莉玩一下吧。我们速度快点。对，不然老爸快回来了。果然是他们搞的，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看我还不打掉你。妹妹，看我给你做的恐龙头套。哇，我帮你穿上吧。哇，还挺疼他妹妹的。看看看看看看，能给我玩一下吗？给他玩吗？能给他玩吗？起床了，快梦的位。哎，别睡，雷霆干妈无情哈哈笑。真的是睡。泼水节要迟到啦！什么泼水节？我不喜欢，我睡觉。那算了，听说有很多漂亮小姐姐。那快走吧。还是小姐姐管用呀？奇怪，人都跑哪里去了呀？严小康，你爸呢？我没看到。找到了。严老红，快过来！老婆，你找我吗？儿子都不管。我就是喜欢泼水，什么泼水节我不喜欢，我求你啦，把名字给签了吧，已经按你说的改好了，大宝跟我，小宝跟你。我妈妈，我要哥哥。那就按你的意思来吧。此时阴里草场，爱的人正在路上。哈哈，我们去玩乐高吧，记得签名哦。哎呦我的妈，你还有哪些题目不会啊？走啦，我马上过去。老妈，你快过去，跟
起，妈妈你瞧瞧起，奶奶快要来临。放手，宝贝不要劝，我会娘家住几天。一分钟后，奶奶在门外，快开门让她进来。是快递，是快递，送给你妈妈，送给我的，可是来得太晚了。我先给你惊喜，惊喜！Oh no！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。我走了。糟了糟了，爸爸把礼物给拿错了。现在怎么办？老爸你过来，你脏我也没办法。最高的证据，那个是我爱你。爸爸这么晚了还在睡觉，我们去挠他吧。哎，人呢？哎呀，我又做梦了。糟了糟了，妈妈的手机掉水里啦！掉水里？宝贝，别着急，手机怎么会掉水里？我不是故意，不小心掉下去。别让妈妈知道，我先下水找一找。找到了，快试看看。糟了，妈妈要手机了怎么办？宝贝为啥躲？你让老妈跟你说，你们快停下，快说到底在怕啥？是不是有闯祸？老婆你别慌，快说！你看你手机被他们搞坏了。我手机在这里呀、这把原来就坏了，原来就坏了。糟糕糟糕 ，Oh my god！靠近墙后面，千万不要被他看见。不给我看见什么？你们成绩出来了吗？等会再给你吧。是不是考得很差？糟糕糟糕 ，Oh my god！ 考卷又被发现了。这次考得可以，老婆你先去休息。我偷偷修改成绩，等着看好戏。下次要更努力，我下次一定考第一。你真是太过分，居然改成五千分、全部都去罚站！妈妈要走，快叫老爸！好，走了走了，妈妈现在要出差啦！宝贝，你慢点，让我多看你几眼。你们不用说，每天要坚持运动。老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都会很听话。终于没人管了。可以自由玩耍。第二天，我们一起运动啊！谁怕谁？糟糕糟糕 ！Oh my god！ 老妈视频电话来了。快点把头发擦擦，不然等下要被他骂。气氛怎么办？有办法，不用怕。宝贝在干嘛？头发怎么都湿啦？我们在运动啊，全都是汗呐、是吗？在运动？怎么？冲！做饭你冲不冲啊？不冲不冲不冲冲！废话不多说，快点去热锅，我要求也不多，只要好菜上一桌。老爸为难我，被他欺负被他泼，奶奶快救我，不然我们很难过。菜好没我难忍受，慢吞吞的想找抽。你再不松开手，立刻让你没腿抽。玩手机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做家务你冲不冲？冲冲冲不冲！废话啦不多说，全部啦去赶货。老爸很懒惰，逼我们干粗活，干粗活，干粗活，快要被他搞虚脱。您别听他瞎说，他想让我背黑锅。你别想忽悠我，除非你嫌毛太多，毛太多。你别瞎说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，还真的是情书啊！
你过来看看你儿子啊，小小年纪好了不学，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你小子，这是我无意中在我爸抽屉里看到的。我的弟弟，你怎么掉胡子了？亲爱的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战念，此刻刻在想你，分分秒秒。不一样情绪。我为了这个家操劳了十几年，一字比之。那居然别妄中爆发！你听我解释，解释就是解释。五分钟后，小宫女痛不痛啊？啊？不就是我写的情书啊！爸，你别玩手机了，我这衣服。去去去，别烦我。你等着，你等等。看来要出事了。我帮你去说，不用我自己来。喂喂，机箱，来我家一下。好啊好啊。谈到有套路，十分钟后。医生医生，我这猪爸爸的病严重吗？没事，只是着凉了。什么凉啊？烧。感同身受。我是说。凉了，凉了，就烧了吧。等一下，先忘了银行卡密码。啊？哦，对，忘密码，担心把氧气拔了，多费钱。儿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这衣服太小了，没事没事，还能再穿五年。买买，多买几件。你们把它贴墙上。好啊，大人否则。这不行，还是我来吧。给我看一下，给我看。夫人有责。不行，这样子妈妈会捶你的。这怎么好啊？看我的。厉害！什么厉害呀？你们听好了吗？夫人有责。小样。Later。有人。爸，我出去一趟了。啊，你去哪呀？我有几个兄弟出事，爷爷被人欺负了，我去看。你还小，你不要去，叫大人来处理。啊？小的妖精。爷爷！爷爷！哭笑不得。第二天。爸，我出去一趟。什么事？仓库遭贼了，东西都让人家搬走了，我去看。啊！你还小，你不要去。你报警了没有？啊！快点！是范家叔。又是这样。你别笑。我就知道。你过来。你别一直把孩子都抓住。第三天。爸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又去哪呀？我哥哥老是被骗了，我得去帮忙。啊！你先不要去。哥哥，你说清楚。啊！没有，没有。原来是猴哥。Come on, the way. 等一下，啊、你知道 Come on, the way 是在叫谁吗？叫谁？这就是个暗号吧。No, no, no， 这你就不知道了吗？那你说说看啊。我看啊。那我说什么？你要带我去买零食？那好，试看看，看有没有私房钱。好啊，我看你怎么编。答应这么快，果然有藏钱。其实是在叫孙悟空。孙悟空。你看看，Come on, the way。十分钟后，老板，这是一个多少钱？十三块钱。哦，我车子挡到别人的，你付一下啊、哦，我先挪一下车。密码多少？你的身子哦。老板，你们这密码怎么要输两次啊？没有啊，一般我们都只输一次而已哦。哦，好，没事，过去了。支付宝到账一十三万一千二百二十八元。我攒了十年的私房钱，差点被你给盗了。十年攒了十年。哎呦你妈！抠门雅味，才半缸活脆。你妈不在，做饭我不会。不用你会，那火腿给谁？我是长辈，给我才对。我长太瘦，需要吃肉。我营养不够，给我留一口。我给你五百元，为啥只吃面？老婆听我劝，存钱买限量，也要多煮店。至少要有肉片。嗯，有人啊？你听我狡辩啊！不不，听我瞎辩！不不不，你先吃我的去。Come on， 点位。Come on， 点位。
不要多嘴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看路啊，喂！你的无畏害得我遭罪。刚才真味都是我不对，我骨头快碎，我真的惭愧。不听我来咽，吃亏在眼前，回家妈那边看你砸脚便。怎么会这样？听他给你犟，路上有堵欠，我一时没看见，还敢瞎变，你看不到别骗。